老头子给你安排了新任务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出发吧。准备动身了。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你拿一个。怎么不小了吗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。要出发了吗？始州城好像已经出现了动乱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动身吧。
来了，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